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吴，这是留学兵法第26讲，怎么特意的感谢一个美国人老师上次或者怎么样啊？是这样，当你在上初高中、大学找工作，在大学的时候，你肯定会碰到愿意特意推你一把、帮你一把的美国人。美国人是真是很 helpful。种族歧视啊，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，大部分的人只要能对上钩，他想帮你。但他帮助你了，他提醒你这机会，他帮助你做一件事，你怎么，你觉得我应该送他一个礼物感谢他，送果盘什么的，是什么呢？美国的感谢的果盘感谢礼叫 thank you note， 在沃尔玛、CVS 所有卖贺卡的地儿都有 thank you note， 你买了他那里边就是一个简单的话，然后很大的空白的地儿，你就写简单的几句，就是我谢谢您送给我什么，给我这个机会，提醒我是什么，你说了这个印象很深，你要让他，因为有可能很多人给他寄 thank you note， 知道吧？你要说具体什么时候送的，在哪儿，谢谢，用心里边说，很简单一张卡，然后呢寄给老师，寄给这个人，你要他的地址，这是一个就是当美国人说，哎，你能不能把你地址发给我，大家都明白他是要给你寄一个 thank you note， 他如果帮你的分量够大，他也会舒服给你他的地址，或者最好是你知道他在学校，你就寄过去，不要直接把信封搁在他桌子上或者怎么着，特意的要买张邮票寄。这个动作美国人非常吃这套，现在都是电子邮件，全是电子的哈。当你特殊寄一个的时候，那一刹那那人会有印象，哎，你看他也想着我，给我寄张贺卡。所有的礼仪课都教这个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节， thank you note，在网上可以查怎么写啊。好，咱们下一个视频就讲这些礼仪在哪儿学回报率最高啊，视频里边见。